即係我主持靚聲王，有好多年青嘅朋友，佢就話：哇，乜以前啲歌咁好聽㗎，嗰啲歌手咁唱得㗎咁樣。其實絕大部分咧都係輝哥啲作品嚟嘅。咁好啊，我哋輝哥嘅歌又有年青嘅觀眾咧係認識佢，我相信佢嘅歌會繼續感動同埋影響幾代幾代嘅香港人嘅，呢個先至勁。輝哥除咗寫咗好多大家耳熟能詳嘅粵語歌曲，其實佢都有寫過好多首國語嘅歌嘅。其實有啲歌我好幸唱，但係我冇機會。我揀咗以下呢一首唱俾你哋聽。什么是情？早知道。